尴尬。我们自己镜头来，我也真的很尴尬。我先不要看他。对，我先不要看你们。我现在还在那个好不好？我的。你们谁贵耶？你莫贵耶。你也帮较轻松诶。嗯。你唔好急啦咯。要那无我已经歹做。安尼就对啊。你的身体真正有够好诶，肌肉够结实诶，囡仔想要生几个哦，绝对拢无问题。真正是让你面子无公开，我今仔日哦，只该教予你清醒，不能计较。这样子，我们没有对你怎么样。对，这很尴尬。我们自己镜头来，不会真的很尴尬。我真的很尴尬。我先不要看他。对，我先不要看你们。我真的还在那个好不好？我的没反应，真没礼貌。有反应也没礼貌。好了啦，好了。有人跳上去了，没有吗？好，先上车路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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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可以，那个要。啊，班长。哦，好，好，清源，你在明月讲完之后，你们先呻吟一下再讲话哈。又要让外面的夫人听到。嗯，可以大声一点吗？嗯。可以吗？因为我等到中间空档，明月，我们往前。